诶，大哥，大哥好！啊，而家咧就系今晚咧就系饮咗阿麦佬阿芝啊嗰啲酒啊，饮咗成3杯。咁而家咧就系，诶呢啲铁观音正啊，铁观音吓都系阿芝留低嘅吓，呢样嘢都正嘢嚟噶，芝买亲嗰啲全部都坚嘢。好，饮翻我最中意饮铁观音啊！呢铁观音啲味道几好，因为先头你饮咗红酒之后咧，而家咧我咧就系。去饮翻啲茶先，又继续吹水。嗱，其实咧而家就系好方便嘅，即系我拍啲录像咧，放喺个朋友圈度咧，其实咧都系，比如话如果我系讲10分钟嘅话咧，咁我上传上去通常都系5分钟，10零分钟我就可以发布出去噶。所以咧，我拍啲视频咧系第一时间啊，你都可以睇得到噶啦，知系嘛，系好方便。所以咧，你啊周街逛喺廣州嚇，而家喺呢個時間點鐘，而家就係中午啊，中午時分噶，你喺度啊食緊啊中飯，又肯定係不麻姐佢哋一齊啦嚇，啊忙，即係今日你肯定係好忙碌噶啦，唔使瞓覺嘅你啊。不過有啲時間差嚟講咧，即係因為你琴日啊，今日先翻到廣州啫，咁你啲咁嘅洛杉磯啊呢邊嘅時間差，肯定係有啲。唔同嘅，因为而家你平时都系12点钟瞓觉，即系仲有3个钟头你系眼瞓嘅，所以你要坚持到底啊！因为而家见咗，而家中午12点钟啊，你一阵间3钟你肯定眼瞓，3钟啊，即系我呢度嘅凌晨12点钟咯，所以你今晚仲要出去蒲嘅，哇，系真系，饮多啲茶水，因为而家咧你哋嗰度咧就系广州时间。就系中午嘅12点钟，我哋呢度咧就系、9点半钟噶啦，不过我冇咁早瞓觉嘅，我慢慢而家呢段时间都成差唔多12点钟打后我先瞓嘅，呢杯茶真正，真系，哇，舒服舒服，帮阿姐倾下偈啦真系好啊，谂到啊，真系琴日啊，生勾勾就喺洛杉矶系嘛，今日就已经系喺翻广州嗰度啊，做翻广州人啊，真系好舒服，好舒服。你谂下啦呢、这个西半球、东半球，我哋大陆叫东半球啊嘛。我哋而家喺西半球，其实真系好遥远嘅。你睇下，琴日你系十。差唔多接近12点钟喺洛杉矶起飞飞去广州，咁你成14个钟头喺即系喺高空嗰度啊！咁你睇下哇，真系，所以而家你要谂下，而家其实咧如果唔系话通过呢啲咁嘅视频啊，通过呢啲咁嘅微信软件啊去沟通嘅话咧，你话真系，你啊想话再翻嚟洛杉矶，你又都系要成13、14个钟头嘅飞机啊，所以唔系真系唔系话好近即系而家你可以，即系我哋呢度好近啊，呢个咁嘅太平洋啊乌灯黑火噶啦，真系成片噶啦，真系不过而家你广州嗰片咧仲系日光日白过到一样个太平洋噶嘛，所以浩瀚嘅太平洋真系即系正如你琴日所讲嘅，就系话真系好遥远你琴日仲系喺洛杉矶嗰时候大概系下昼嘅3点几钟，即系喺麦当劳嗰度咧，喺度饮可乐嘅时候咧，你真系唔系真系你我哋两个人咧就系望住个天空，见到啲飞机飞嚟飞去，真系好。好远好远噶，所以其实咧，真系好在有咁嘅现代呢啲互联网咁样，咁我啊通过咁嘅方式拍视频系嘛，咁你可以即系而家我拍视频咧，大概系你15分钟咁你可以睇到我，即系一阵我好快我就会上传上去嘅，所以咧咁你就。哇，就唔需要话坐飞机嚟睇我啦，即系唔使话你专程你话你又睇下我小赖或者 Peter，我英文名叫 Peter，就唔使话你买张机票嚟洛杉矶嚟去探我啦，我又暂时唔使话坐飞机去你
去廣州嚟探你啊，去幫你飲茶，就係用呢種方式最好最簡單啊。OK，咁啊，你因為你又知道我住喺邊度噶啦，我就唔係住喺橫區，我而家住就住喺嗰啲物老區啊。你啊，即係你個區域啊，你係物老嚟噶嘛啊，所以我住喺物老區域。啊，你知道噶啦，係嘛？出邊啊，真係靜悄悄，靜悄悄嚇，好恐怖噶嘛，係嘛？你嘅。啊，成日都講噶啦，哎呦，洛杉磯人太少啦，夜晚都唔敢出街。咁你喺廣州你就放心咯，晚晚你都可以行夜街啦，係嘛？你行到一二點鐘都唔怕噶啦，因為嗰度係你嘅地頭啊嘛，係咪先？啊，我哋中國都係仲係好安全噶，你唔同啊，喺美國呢度啊，槍支合法噶嘛，係嘛？你 唉，嗰時候諗起咧，幫你一齊咧，就係傾偈嘅時候咧，講起呢啲樣嘢咧，你就真係雞皮都起噶啦，所以你快恨不得快啲飛飛走啊！卒之而家咧就已經係你可以真係心想事成啊！卒之去一個安全地帶啊嘛，你琴日咧，我哋好似洛杉磯呢度又發生咗唔知槍擊案，好似。即系唔系咧？反正我就略摸睇下个标题啊，所以咁样你走得快，好世界，真系。哇，舒服舒服啊！而家睇先，9点几钟，9点几钟。啊，呢杯茶真系舒服，呢杯茶，今日。啊，唔同咗啦吓，而家想话揾你今晚去食宵夜去横街啊吓。如果你未走嘅喺洛杉矶啊，我咧就系揸车过你嗰度咧就系半个钟头。咁如果而家我要揾你嘅话咧，就要坐飞机要13、14个钟头噶啦，真系唔同噶啦，半个钟头车程。不过而家要坐飞机嚟去见你，系咪好遥远啊？你望下个天啊，你嗰度日光日白。我呢边一出到去个天，即系呢个咁嘅天井嗰度咧，我就望住就系星星个月亮，个月亮弯噶，黑蒙乌灯黑火嘅咁你而家咧日光日白嘅，咁你尝试下吹望下个天，你又想象中系嘛？好遥远噶，美国好遥远噶你已经翻到去广州嚟讲啊，咁你好嘛？一提起美國就真係即係遙遠到唔遙遠啦，你特別嗰啲旅行社好多嗰啲咁嘅，洛杉磯，專程好有個團係去洛杉磯嘅，大概係一個禮拜咯，好似一個禮拜嘅。如果去洛杉磯旅遊一個禮拜，咁另外咧你就其他嗰啲10日遊嗰啲嚇，咁哇係真係而家你啱好啊！而家你喺北京路嘅話，你咁好似以前有個嗰個唔知咩咩即咩旅啊，冬之旅啊，嗰個唔知即係啲旅行團啊咁樣不過咧，你好熟悉噶啦，洛杉磯啊，真係就算人哋而家啲跟團嚟洛杉磯玩嚟講咧，都係即係。叫做走馬觀光嘅啫，係嘛？呢度去下，嗰度去，你就知道嘅。你啊喺洛杉磯啊玩過嗰啲咩？玩過嗰啲咁嘅，即係去過好萊坞啦，去過呢個咁嘅聖地牙哥啦，有嘅時候你記唔記得？不買上去玩下，周街去噶嘛？所以洛杉磯啊，眯埋眼啊！都會記得噶啦，你特別今晚啊，今晚如果你瞓覺嘅時候，你瞌着嘅時候，哇，加州陽光啊！你今日咧先頭咧就係喺嗰個手機度咧拍嗰啲咁嘅錄像俾我睇嘅話咧，咁我睇到咧就係即係冇咩熱頭嘅廣州啊嘛，即係好似即係幾好，其實都幾好噶。咁你都知道啦，喺洛杉磯呢啲咁嘅熱頭啊，真係即係太猛烈啦！哎呀，唔係好事嚟嘅，曬到個人都係嘛，都手腳都痛嘅所以而家你翻到廣州唔使受呢份罪啊都係一種徹底嘅解放咯廣州咧就雖然話佢係熱頭係有，但係咧就冇洛杉磯咧，即係。